是你，我不要，这些我不要，放过我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去看看别的姑娘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我是个孩子，没有那么多需要，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，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有那么多的事业正把你需要，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，你会让我的皱纹暗恋一条条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我怕你有一天离开我受不了，趁着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，这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，我求你别绝对营养的高丽参，高丽代购人肉备货，绝对正品，绝对的高丽参有没有要？来看一看，看看看，高丽代购人肉备货，哎，这绝对是高丽参呢。明明是白萝卜，是白萝卜分明。绝对正品，绝对营养的，哎，这问欧巴，代购的啥？原产高丽参，欧巴，买两个嚼吧，小宝宝，感谢你全家思密达。听你这口音。不像这儿人呢，哪的人啊？我是高丽人士，前来这里寻亲的。欧巴，你就在我这消费一下呗，给我积攒一点生活费，就当行善积德，在我寻亲路上助我一臂之力了，行不？倒也不是不行，可你这高丽参看起来跟萝卜一样嘛。哎，我要是买回去啊，娘子非打死我呀！原产高丽参，欧巴。买两个吧，消费一下吧。我真的不要了。欧巴，特别营养的，绝对正品。我说了不要了吗？欧巴，你妻子绝对不会说你的。哎，我妻子会打死我呢。她绝对不会，我保证，高丽参特别特别的营养，会让你身强体壮的。这。我是朴丽姬，听过千里寻亲的故事吗？我去过波斯、天竺、斯巴达、罗马、埃及、暹罗等等100多个地方，都没有停下脚步。你问我到底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最后的希望，皇宫。但是我压根没想过，我出事还未结，竟然遇上个酒驾的。起来，起来！孙副长，是不是想碰瓷儿？是不是想讹我钱？这人都飞起来了！我可告诉你，我有。前面发生什么事？这宫里可是当差的。回皇上，前面好像发生交通事故了。这人都飞起来了，怎么可能是碰瓷呢？飞？那也可以是进攻啊，可是你看都出血了，朕倒想前去看看。皇上，您是微服私访，您得低调啊。没事，这才叫融入民间嘛。来，来，走，跟前他。不，这是，是血，太阴险了！快快快！竟然自卑鸡血碰瓷儿。
让开！我悠，快去看看。黄公子，他好事晕过去了。 他还有脉搏，不是，你们别看着呀，赶快给他找大夫。慢着，乔治装扮是不是高丽女子？如果一般大夫医不好，死了，可能影响很大。那怎么办？把他带回去。您不去？人命关天刻不容缓，把他带走。是，快！ 快！哎呦，孟薇姐姐啊，《后宫甄嬛传》第70卷，我一直等着这一本呢。根据我多年的阅读经验，按照剧情的发展，这本书的女主角最后一刻才发现幕后黑手其实是皇后，然后就开启了跟皇后斗争的新篇章，最后扳倒了皇后，自己成为了皇太后。 哟，天哪，还真像你说的那样。哎呦，啊，不过闹心，我一直喜欢这一本。根据我多年的阅读经验，按照剧情的发展，这本书的女主角铁定得死，而且是死在别人的怀里。男主角呢，是最后一个知道女主角死掉的人，流下了晶莹的泪水，悔不改当初。果然。 是被姑娘被马车撞过以后啊，五脏六腑都移位了，而且这脑浆啊就跟沸腾的水一样啊，但幸亏微臣医术高明，抢救及时。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太好了，可是为什么这么久还不醒呢？微臣还没说完，他虽然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他一直昏迷醒不过来，跟活死人没有两样。刘谨言，还说自己医术高明，这一直那么久还不醒，根本就只会耍嘴皮子。 根本就只会耍嘴皮子，真把他叫醒才是你自己的真本事。小心你的头！头！姐妹们，大事件，大事件呐！什么事儿啊？皇上带回来一个女子，那些妃子啊惊得那下巴都已经掉地上了，亏什么？皇上竟然带了一个女的回宫，不，我不能接受，这不是真的。 看看，又疯了一个，哎，真是出去遛弯都不老实。哎，其实也不能说是带回来，是抬回来的。那女的出了车祸，脑子撞傻了。太医院现在忙前忙后的，在给她做治疗呢。不对了，你让我捋捋啊。宫外每天都有那么多出车祸的人，皇上为什么偏偏就是他？他是不是长得特别美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又被你说中。 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咱们没反应了，是不是深呼吸对你来讲有点困难啊？你眼皮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姑娘眼皮动一下。哎呦，姑娘眨下眼睛好不好？姑娘，哎，动了啊！哎，动了！哎呀，啊，微臣做到了，继续，姑娘，使劲，使劲，使劲啊！继续，使劲，使劲，使劲啊！ 美好的生活在等着你，美好的生活在等着你。让我来吧，姑娘，醒醒，醒醒，姑娘，醒醒。不过也是，一个高丽人士，他来到我们这儿被撞了，那皇上肯定也不可能不管。哎。
皇上也是这么说的。哎，你跟皇上心有灵犀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打听到啊，这个太医院的刘景琰已经下了诊断，说这女的再也醒不过来了，成了植物人。哎呀，你不早说，哎，她醒不来就行。植物人是啥玩意儿啊？植物人啊，也就是说他大脑皮层功能受到损害，跟植物的生存状态差不多相似，处于一种丧失意识活动的昏迷状态，虽然有心跳和呼吸，但是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那这不就是活死人吗？放心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，不然没法演了。那他要是醒过来，不就没我的戏了吗？放心，你的戏份不会被抢的，悲情戏也是戏。不不不，按照你刚刚说的那样，那个女人美得跟整过一样，那接下来的剧情我也能猜得到了。什么剧情？等她醒过来，就会获得名分，加入后宫，踩扁我们，战胜龙飞，获得太后的青睐，再生个一儿半女，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。而我们全都成了他的陪衬。哎呀，下一步他就该失忆了。六七八，皇上，你都看着了，他走了八步啊，还一睁眼睛就能下地走路，这都快赶上小马驹了呀。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这足以证明微臣的医术那是相当高明啊。皇上，要不你什么时候得空，您赐微臣个匾吧，最好您亲手题字啊，上面最好您能亲手题上“妙手回春，神医本色”这八个大字啊。啊，二姑娘，干什么呀？吓我这一大跳。司马啊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们是谁呀？我又是谁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姑娘，你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皇上，依微臣所见啊，这位姑娘是头部受到撞击之后，脑部产生淤血，淤血呢压迫了神经，所以导致失忆了。这能医好？微臣尽量。朕不想听尽量，限你三日之内找回她的记忆，否则提头来见。又提头？哎，小鸟怎么少了一根啊？算了，反正我还有瓜子。你这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去太医院吗？这瓜子都带上了，要不要给你整点小酒，搞点烤肉啊？哎呀，萌飞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这是为了消除即将要面临的压力跟紧张。嘿，单纯可要不得。哎呦，神经病啊！锁了心啊！给娘娘们。哎，你怎么不去好好抓你的刺客呀？严妃娘娘这个口气，我很是不喜欢，这好像是在鄙视我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下面说的话呢，肯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，从而开始仰视我的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在梦游？老包啊，到底要说啥呀？撒浪痛快，赶紧的。这宫里面来了一个女人，想必你们大家都知道吧？这个女人可不平常，她的裙子又肥又大，谁能保证她的裙子里面没有藏着暗器呢？你能保证吗？还是你能保证？哎，娘娘们，你们听我说，这个女人肯定是跟车这个车夫李外和他们早就酝酿好了，就让这车祸惨案。你让我出去！你现在失忆了，你不能乱跑，不能乱跑，姑娘。你放开我！不是，干啥呢？竟然欺负我兄弟！哎，不是，各位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我们已经撕开他的面具，露出他真实的嘴脸。他竟然敢对宫里的公职人员动手，他绝对不是个好人，他就是个刺客。哎，老鲍，冷静冷静！你干嘛说我是刺客？你还敢狡辩？你已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都现了形了。还不认罪，你能不能正视一下你的职业，正视一下你的内心？宝曲，他不是刺客，他呀就是他失忆了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所以说他见谁呢，他都有防备心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失忆之前就不是个女刺客呢？刘兄，你不能这么包庇他。我，你是谁？他是皇宫中的侍卫长宝曲，
他对刺客呢有着非同寻常的执念。那你又是谁？我呀，那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名态度和蔼、服务热情、医术高超、靠颜值拉动内需的宫中首席太医。够了，你刘景言，别逼我吐你一脸。我说点实话不行吗？我叫刘景言。哎，姑娘，他是宫中的太医，专治跌打损伤、伤风感冒。各种刀伤、剑伤、棍伤、心伤也勉强能治，哦，据说啊还会刮骨去毒、抠手挖箭头。哈，当然了，这些都没有人亲眼见过。那你是谁啊？我呀，我是蒙飞，一个畅游文坛的创作者。她还是深宫一名隐形的地下妇女主，比正牌的呀厉害。800倍，最擅长管闲事儿。不过姑娘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啊。那你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要再问了。我们呢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不记得也是正常。是啊，姑娘，要不然去嗑些瓜子休息一下，没准嗑着嗑着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哎，三位娘娘啊，病人呢需要休息，就先不说了啊。姑娘，回房休息吧。那兄弟啊，你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就告诉我，就在门口站着啊。孟非姐姐，你赶快帮我预测一下接下来的剧情，这个高丽女人有没有可能跟皇上在一起？别的我不关心，我只关心这个。这还用她给你预测吗？我就能给你预测。你看，皇上长得英俊潇洒，这个高丽女人呢又生得花容月貌，本来他们俩是有可能凑成一对姻缘的，奈何人家经历了失忆的磨难。哦，这一失忆吧，这个来历不明，身份不明，那风险就太大了。哦，不懂。我说你是不是笨的？哎，你想象一下啊，有一碗香喷喷、嫩滑滑、油腻的红烧肉摆在你的面前，但是你有高血脂，不能吃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是不懂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了。这一失忆吧，危险系数直线上升，谁知道他以前是干嘛的？皇上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哦，你这么说我就懂了。那只要皇上不跟他在一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这也说不准哦。以我多年以来的阅读经验，按照剧情的发展，失忆的女人一定会爱上第一个见到的男人。什么玩意儿？还有这一说？啊，我瞎猜的啊，别太在意。刘太医，那个高丽女人醒过来之后第一眼看见的人是谁啊？我求求你告诉我，是你吗？唉，可惜不是我，是皇上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要是我失忆了，醒过来之后第一个看到的人是皇上，我一定当场死心塌地的就爱上了。那个高丽女人肯定跟我一样，怎么办？我不要活了！竞争太激烈，太难了，搞得好。好像后宫没有他，你就能叱咤后宫得天下一样。哎呀，行了，人家都失忆了，你就别操心这些有的没的了，先把他找回记忆才是正经事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呀对呀，一定要让他找回记忆呀！哎呀，孟妃娘娘，你办法多，一定要帮忙微臣呐！如果三日之内这姑娘再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我就得提头去见皇上啊！哎，刘景言啊，我的刀工也不错，你砍脑袋的时候，没准我能帮上忙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开我玩笑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帮你。大家都散了吧，我们把这个女人带到芳华宫，毕竟总留在太医院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哎呀，谢谢孟妃娘娘。
这哪来高丽人？怎么了？让你助手就助手，配合一下。不是，娘娘们，我这今儿忙着呢，我得腌30多台酸菜呢，要不然各工都不够分的。再耽搁耽搁呀，谁帮我腌啊？菜太咸，你再磨磨唧唧的，我来帮你腌好了。我那工具多得很，保证你半炷香功夫免费无痛帮你忙，事后呢可自行回家，明天啊照样开工。这我是跟你开玩笑呢，那么当真干嘛？你叫蔡太贤？啊，你也是高丽人吗？可是我记得高丽的人一向都是纤瘦修长的，尚未出现过你这样的胖子思密达。你记起来了？听到这个高丽范儿十足的名字，我隐约记起几个画面。我还记得我的名字，我叫朴丽姬，其余就不记得了。朴丽姬，名儿挺好听啊。放心啊，不用着急，肯定会想起来的啊。小朴姑娘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让蔡大厨助手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就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对待白菜，太侮辱白菜了。我还记起来，泡菜在我们那里是瑰宝。太贤，你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，应该把辣椒酱和盐一片一片地抹在白菜叶子上，再让它入味，再放入坛子，然后……对，啊，这泡菜还是你们瑰宝呢。那照你这意思，这酸菜还是我们国粹呢？喊啥？各有各的好，讨论一下不行啊？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，他失忆了，别刺激他，不然后果自负。自负就自负，我最讨厌别人对我厨艺指指点点的了。哎呀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蔡大厨。别呀，说都说了，干脆说清楚点。我这人啊，是没什么文化啊，但对于这酸菜的泡制方法，我还是有所研究的。粥里你知不知道？北魏的齐民要术总该听说过吧？这里边呢，都详细的介绍了我们老祖宗怎么泡酸菜的方法。由此可见，这酸菜是历史悠久的。啊，你这一来就说我方法不对，还说我侮辱白菜，我怎么觉得是你在侮辱我呢？行了，泡菜和酸菜不就是制作工艺和味道不同，那都是人吃的，那就要共同发展，和谐共进呢，有什么好争的？不，别的我可以不争啊，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就是得护住了。今天啊，我还就跟这泡菜一决高下了。这是我作为一名厨师的原则，头可断，发型不能乱，血可流，传统不能丢。指导工作是吧？您说抹辣椒酱是吧？要得，我这就去抹呀。那骚是什么意思？好像跟那个思密达差不多。鄙视，丢人。我
没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呀。人蒙妃娘娘说了，是吧？啊，不管是泡菜还是酸菜，都不应该是一种竞争关系，都是为了人类，应该，应该成为好朋友嘛。那是谁啊？辣椒酱搬过来。嗯，对。普通辣椒酱是不行的，要先将磨细的蒜、辣椒粉放在锅中搅拌，再依次放入糖、鱼露、盐、生姜末，再次搅拌，用这样的辣椒酱抹的白菜，味道才是对的，思密达。哦，摇的摇的，我这就去了，嫂。呀，不错呀，一颗大白菜就能让人想起这么多，前景可观呢。嗯。想起了泡菜，我们就要运这么多的白菜给他用吗？那万一他一边做泡菜一边就想起来了呢？再小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忽略，更何况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。蒙妃姐姐，我还是不懂，这些活完全可以让下人来干啊，为什么非得我们亲自动手？人家指甲都劈了。亲自动手当然有意义了，这表示我们对他关爱跟关心。这要不要？送着吗？说失忆就不可以献殷勤的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莫非姐姐，你快帮我预测一下接下来的剧情啊！按照这个剧情发展，比较难猜呀。不过我知道一些常见的老梗，比如一个女人，不管以什么姿势、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跌倒，只要身边站个男的，他们最终都会乌龙的亲吻。上帝呀，玉帝呀，保佑平民姐千万不要摔倒！好想啊！别担心，都包在我身上了，绝对不让他摔了。是吧？剧情发展，朴丽姬应该要找回记忆了吧？他赶紧走吧！我的妈呀！各位娘娘，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没？蒙妃娘娘交代的事情，必须圆满完成啊！请。这是一根本土的千年参。千年？没有一千年，也有十几年吧。差太多了吧？你下回吹牛的时候能不能接点底气儿？我不是让你找高丽参吗？哎呀，蒙妃娘娘，这
高丽参，他，你走私不也得有点时间吗？对吧？再说了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我们的人参不比朴姑娘家的高丽参差，啊，咱就说这颗参啊，这颗参原本的拥有者是皇上，皇上呢在几年前就送给了我们太医院，一直在我们太医院的牌匾后面挂着，是我们的镇院之宝啊。那这玩意儿好使吗？这颗参啊，本身呢有它的那个疗效，再有呢就有圣上的加持，我觉得可以一试。哎呀，这个办法呀，我一直没有想出来，这多亏蒙妃娘娘的提醒啊，我这才能够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就让小飘吃这个吧。哎，那是生吞药效好呢，还是干嚼药效好啊？为什么不煮汤呢？小飘姑娘，那个你觉得哪样好啊？煮汤吧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煮汤好。好了没？好了。那看起来好像好。哎呀，要不要放一点调料啊？都放过了啊。放过了吗？炖人参不用放太多料。哎呀，来，趁热喝了啊，小心烫，吹着烫。交替就对了，说明我们本土大人参起作用了呀。回房，慢点，莫非姐姐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她终于找回记忆了。你猜一个准儿啊！看来只有绝症梗和寻亲梗没有出现在剧情里了。哎呀，干啥呢你？什么都喝。我记得他说他是哪儿的高丽人哈，那你说为啥跟我们中国人长得一样一样，那鼻子是鼻子，眼是眼的？哎，中国人爱旅游，没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留下的种啊。不可能。哎，行了，怎么样？水，哎，慢一点啊！来，喝点水。怎么样，小飘？你说你想起什么了？我都想起来了。我得了一种很难查出来的绝症，我担心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想来找自己的父亲。
你找爹不是应该在高丽找才对吗？嗯，其实说起来，我不是纯粹的高丽人，我是混血。我爹当年游历高丽，与我娘亲相遇相恋，然后就那个什么了。他们天雷勾地火，生下了你。那既然有了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分开呢？其实，这始终就是一个谜。我娘亲临死前都没有告诉我，她就给了我半块玉佩，说另外半块玉佩在我的父亲手里，让我去找他。我游历多国，就是为了找到那个拥有另外半块玉佩的男人，可是始终都一无所获。请你们静静聆听一下我内心撕裂的悲鸣，思密达，太可怜了，我们帮你找啊。小飘，你的玉佩呢？我的玉佩呢？我的玉佩呢？啊，哎，娘娘们，这些啊，就是朴丽姬出车祸的时候散落在身边的东西。我老爸工作效率高吧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啊之类的？芳华宫还有五坛泡菜没送出去，都归你了。我不，我才不吃那玩意呢，吃多容易致癌。老鲍，你以为你现在没有癌吗？智商癌也是癌的一种啊。切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啊？哎，找到了。我见过这个。嗯？哪儿见过？不敢说。来，偷偷告诉我。不会吧？什么？我在八卦圈经营这么多年，消息是不会错的。朴丽姬出生的时候，刚好先王在高丽做访问，关键是个证物不会错呀。不然，我们去祠堂看看，我记得那里有一副先王的全身像，他的腰上挂的就是这个。可是祠堂被太后下了禁令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。豁出去了，我去找皇上。好，去找皇上说啊。说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怎么会？后娘娘每次都不高兴，原来你是受了先王的遗传。朴丽姬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这就是真相，接受现实吧。这，欧巴，我知道这一切都太过荒唐了。为什么叫欧巴？啊？啊，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。哦，那个皮什么的。皮阿梅，是对不起。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回高丽去。这件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，谁都不会说的。慢着。欧巴，这件事情别让母后知道。
既然这是你的兄长，你是朕的妹妹，朕会负起照顾你的责任，不会再让你四处奔波了。皮什么？皮亚内。哦，皮亚内。欧巴，你别进来啊！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后知后觉不分爱。